因为我好像有一点点想睡觉了。这么快啊？有一点点。这是几？这是几？你问一点。啊。你问一点。喜欢长的还短的、啊？长的还短的。喂。夸张太快了吧？那我觉得这样术后七天的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柔软度。No， 其实它真的蛮软的。好啦，阿兰，你买照。阿兰，你买个 key 啊？干你屁事啊！你真正买个 key 走啊？我就是想要去啊！你别跟我赌。不是阿兰，我跟你讲，这马路足危险的。我以前来内底讲，好不？救命！阿兰，我跟你讲，你已经足大根啊，已经足大根啊！你干嘛憋笑？足大根是什么？阿兰，你已经足大根啊！你不要笑，阿兰，你已经足大根了，你卖个去做啊啦！你要不要先笑完？严肃哦！好，准备3、2、1，阿兰，靠背啊！阿兰，你已经足大根了。麦克去做好不？你跟我管，我就是因为愈来愈大。为啥？我要大到爆炸，大到爆炸。不管，我今麦就是要愈来愈大只，愈来愈大只。阿兰，你没办法跟我动。阿兰，不管。阿兰。阿兰，慢走，阿兰，容你啦，走换啦，阿兰，啊，什么是走换呢？走板啦，如果我今晚就是要愈来愈大力，阿兰。大家好，我是蓝心儿。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车站附近的格美诊所。陶哥，你今天要经常保养是不是？对啊。那你前面演的那段到底在演啥笑？就是要越来越大根啊，板板很大根，越来越大根。你看哦，你该不会要做那个肌底层线手术吧？对啊，原本有的，然后再把它装回来。哇，我也不是啊。啊，不然嘞？不是啊，因为我最近瘦太快了，大家也知道，我前阵子就是肥的跟猪一样，就是接近了快60公斤。那时候可是你知道吗？你虽然说你肥的跟猪一样，但是其实有观众一直在以前的影片留言说，他们比较喜欢以前的那个你。对，就是因为各位观众小肥猪的你，就是观众们喜欢以前肥肥的我，但是我综合了以上，大家还是喜欢窈窕的身材，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的是我以前胖腻的你。哦，好像是哦。对，不是我的身材那么胖。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以前影片的胖腻。不需要。好。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做了两个决定啊，不是一个决定，我做了两个决定，就是要让我回到以前的那样，18岁的样子。没有，我现在18岁，人家18岁。没有，我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样子。第一个呢，就是让我的脸变蓬润。变蓬。对，所以我要去做一个补脂手术，就是抽自己的脂肪来补我的脸。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当然是之前的内内这么大，现在整个内内都消下去了，就有点不开心，想要回归到就是以前的内内，所以我决定我要来去揉。我靠！真的假的？我觉得女生变美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做一些医美没有什么不好啊。人生只有一次，你美也就只有美这段时间，你让自己变没有什么不好。好像也是。对啊，还是你抽乳？我没有抽乳，
哦，我有奶便是你啊。那我问你哦，你今天不是以一个直男角色，你觉得女生就是整形啊，然后做奶，嗯，你觉得不好吗？其实我不会觉得不好，因为反正就是她自己身体，她觉得漂亮，我看起来舒服，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今天你女朋友然后做奶，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很介意啊，还干嘛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应该也不会吧，应该也没什么介意。男生介意的是不是其实是手感问题？可能是，然后再加上可能以前我知道现在技术好像比较成熟，对，不像以前就是可能就是两颗石头在前面，然后现在听说就是做也其实看不太出来。对，听说现在做起来的样子跟没有做的样子很像，對啊，而且触感抓起来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龙卧龙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先来去咨询一下。OK， 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直接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吧。Let's go。老板，因为我没有做过奶，我也不需要做奶。我比较好奇是，它那个里面通常是放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它们材质很多，像有摩滴、女王波、柔滴，然后还有什么滴啊？还有阿滴，把阿滴放胸里。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医生的建议，他会建议我放多大，然后会放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来听专业的医师讲解。OK，Let's go。这边是都比较凹，比较凹哈，你的脸型算小，其实是有颧骨，那颧骨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把你的脸撑住。那有个问题就是，当你变瘦的话，你的脸型会变得没有这么圆润，对，比较棱棱角角。对，那再瘦下去可能就会变六边形。六边形。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补脂或是跟补其他东西的话，不会容易让脸垂。对，我现在看起来你的皮肤没有瘦，所以你第一个不要太紧张。一般如果皮肤松的话，你一瘦下来，那个状况就会出来。所以现在看起来，你的现在皮松的状况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所以还是有一点脸垂。就是没有。其实我是蛮推荐全脸补脂的，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是自己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如果你脂肪存活下来的话，其实可以撑得蛮久。第三个，也是它最大的优点哦，脂肪中间就处理过之后，我们可以保留一些间质干细胞。那个其实会对你的肤况、肤质其实有个年轻化的效果。那我们只要补脸的话，其实不用抽太多，一般大概200cc 就非常够了，非常够了。所以刚开始我做完也是可以笑的，是可以的，不会这样呼呼呼呼呼，不能笑，不会不能笑啊。那医生他刚做完会很像那个面包超人那种？刚做完当然会比较肿，刚做完会一定会比较肿。你现在用一个以一个直男的方式来提问，提问什么？提问就是对于补脂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所以为什么要补脂？因为然后变胖了，我就太凹了没。我想说，为什么有人想把自己变成面包超人呢？不是因为我太凹了。那个一开始一定会补比较多哈，因为它并不会100%存活。我们理想的情况下，大概希望可以留到2/3。那不理想。不理想，不会啦。我们如果好好对待脂肪，温柔对待它，它进去应该是存活率是会有的。因为我通常都要先做一些就是最不好的预测嘛，对不对？想说最不好的话大概会是怎样，你心里才不会那么失落。你还这么年轻哈，所以你的脂肪细胞应该是那个活力是蛮好的。年轻，对对对。我应该，你叫我两声，不然看起来年轻啊。我有个很残忍的问题要问你，请说。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是让人家来这里一定要选你的？帅。我想一下这个问题。那因为我本身在医院受训的专科是针对头颈部的外科，所以这个整体头颈部解剖的构造我是相当了解。解剖的构造，我怎么听起来觉得这有点恐怖？我觉得这年头就是医美医师也不好当哎，除了就是医术好，还要口条好，然后自己本身又要长得帅。因为容易遇到你这种的。我询问一下，你应该不是一个会忽胖忽瘦的人吗？他是。我之前有抽脂过，是。然后我抽脂完之后，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胖了一年。我胖到快60公斤。如果我们就是手术成果非常好，脂肪存活的非常好，那我会建议你体重的浮动不要大于10%，对，尽量维持住这样子。那有没有就是咨询一半跟你讲说，医生，你可以口罩拿下来给我看一下吗？我帮你戴口罩好了。好。OK， 我们下次见。OK， 谢谢医生。现在有一点不太知道我要选哪一个波，然后呢，反正现在就有一点盲测，然后抓抓看那个手感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来，你不可以看呐！干嘛？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连什么波，就一堆波。来，你先抓。
抓，你以一个直男的手感来抓抓看，因为通常真正的乳房我们会覆盖皮肤，也会覆盖衣服，所以你们男生抓的感觉会不一样。对，你今天是一个直男，所以你要担任直男的角度来帮各位观众来实测一下。好，来，不好意思，我抓喽。没有人有感觉，请抓。你可以任意求，你平常都怎么求你女朋友的？都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好好没三颗，三颗，对，你女朋友三颗，你可以接受吗？靠腰，好像这个比较软的感觉，这个比较软，对，这个比较软。如果单纯以手感、啊，对，这样子的话，好像是这个。好，那我们试一下。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两个手感，是吧？好，这两个感觉比较软啊，比较自然的软 Q。那你最喜欢哪一颗？一个吧。好，好，跟我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女王波。现在就是我们的女王波最柔软，哎，真的耶！因为我刚刚直接这样看的话，我也是这两颗在犹豫。其实我们现在女王波它都是有做到 AI 的功能，它的外壳比以前的光滑面少了2/3，所以它的表皮层很薄。通常说不会，它有12年保固。保固是保固什么？保固就是如果说你产生假膜来说，就是因为每个人对假体免疫系统不一样，对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假膜。有这个假膜的时候是正常的，可是你到达3-4级的时候会变硬，会让我们的假体就是变形。所以12年内，如果它让它变形的话，我可以再免费来换一颗新的。对，可是你要重点就是不是你要到那个3-4级，对，一定要医师评估。没错，例如说你长期抽烟的部分，对，这个就他们对公司来说就是不会保护。抽烟对哪也有影响哦？会，会啊，还好我不抽烟。那这两个要怎么去做选择啊？因为我想要让它蓬，可是这个躺下去就会比较有挽弓的感觉，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说想要真的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是睾酮液。但是我要跟你说，太瘦的女生，你做出来，因为我们的皮肤松紧度会比较紧，但很假。对，你会觉得有点假，所以现在要让人家看不出来，就是我们肿部变会比较自然。我们现在来换咨询，就是胸部的部分。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假体界的奶奶了。哦、这个怎么奶奶这不会动哎、欸？这完全不会流动哎、欸欸，所以以前都叫塑胶奶，是很像那个哎、欸，就是滑鼠垫啊。以前真的有出这种的 啊？他比较有这个癖好，上面还有这个，哦、还有胸部对不对？胸部哎，好。所以这种太硬了，所以基本上在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可能还是会用这个。嗯，但我们现在其实客户给我们的回馈哦，你知道吗？其实胸部哦软最重要。像这种比较硬的哦，他们以前的我帮你做一个水滴型，他就直接在那边不动，那之后他就真的不动，你怎么跑怎么跑，他就很像假的一样，就纹风不动。大家都不动这样。对，大家都不动，所以这个我们有点就是丢到历史的垃圾桶，就让它走离开了。其实现在有点就是摩的珍珠波跟女王波的大 PK。女王波哦，其实它的软度无人能出其右，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无力爆软。像我们东方人我们喜欢软的胸部，可是反过来西方人其实比较喜欢硬的胸部。听说我刚刚有先跟咨询师问一下，听说这个过海关会被哔哔哔耶。是为什么？因为它有个晶片在这边。那可以放那个吗？就是它常搭捷运啊，它悠游卡那个不会。好，我会跟摩的公司建议。那你以后搭，所以以后我就这样逼这样子。对对对，你直接跟台北市合作，要不要？谢你耶。我有疑问。对，这个东西要怎么放进去内内里面？就跟你问说小孩怎么生出来一样，从洞里面塞进去、啊，洞口那么小，洞还真的有人从肚脐放进去，对不对？我记得，对，这么大怎么放？我们会用一个工法，很像小朋友在生产一样，它就是会有个挤奶蛋，就进去了。那可是你这样怎么知道你要放的位置？对，在哪里？所以其实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而且我觉得说，就是有乳房外科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嗯，你想哦，一般一个正常男生，他其实没有什么机会看到很多个人的胸部，这里有一个，这里有。还可以摸到很多不同的胸部，然后每一个都是可能是网红、王美的什么之类的。对啊，我们其实就是心如止水啊，做到最后其实没有感觉了，就是、真的假的？这样子不会对老婆也没有什么欲望吗？可是我觉得不一样嘞，你工作归工作啊，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是心灵上的气啊，
好，这医生跟我讲话我就不。但是你知道现代其实做胸部来讲，他已经有点像是，就是要让人家看出来啊，好像有点干嘛做，好像有点财富的象征。他说哎、欸、怎样，以前是怕人家知道，对啊，现在是怎样，我做得起你做不起，你还想怪我咯。我会在聊天当中去看说哎、欸、你的穿着，你今天的穿搭啊，你给我的气场是怎么样，那我们会决定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胸型。医生就是想要童颜巨乳，没错，我就觉得你就适合童颜巨乳。所以在以前，你知道以前做起来的那类我们叫假奶，他就躺下来就两个山在那边，对，所以很多男生一进来就说张医师我绝对不要我的女朋友隆乳，因为会看起来很假。对啊，你知道我怎么回他吗？我说你以前的 A 片看太多了，一片看太多了啊，没有跟着时代进步。我觉得你的这个质感跟气场，还有你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比较美型的精致型的，其实我们会想制造一种反差的效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童颜巨乳，就是我很认同。而且你的这个乳型我们刚刚分析过，它是比较有一种垂钓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放大，直上 F 都没有问题啊。哎呦，起了个大早哦，好想睡哦，六点多就起床了，衣服都换好了。对啊，刚刚先去那个听一些卫教，然后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紧张吗？还好哎，我觉得我比较兴奋。为什么？其实我从昨天我就开始有点兴奋，兴奋到睡不着。也没有到睡不着、哦、但是就是很兴奋、嗯、就是会觉得就是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很开心很开心。好，我这次好像没有跟大家讲，其实为什么我要做隆胸手术、嗯、变漂亮是一部分、嗯、但我最主要的冲动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阵子我在我的胸部上摸到了一颗东西，然后其实心里就蛮不安的，然后因为去大医院检查就检查很久，一直没有个答案，所以也没有告诉大家。然后做完检查就是我就是胸部里面有一个囊肿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次手术当中他会顺便把它取出来，然后之后会拿去化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女生们就是要常常检查自己的胸部。那我就觉得就是不管好或坏，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说反正都要手术了，那不如就让它变漂亮这样子。最难过的是不能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对，正常吧，因为有伤口不是吗？然后哦，我告诉你哦，不能提重物。所以之后如果就是我们去工作的话就交给你咯，交给你咯。现在好像有一点点紧张了。你现在长得蛮漂亮的。我们刚刚已经画好定位线了，然后想要准备就是进去手术。刚刚医生说他把他毕生的功力都花在我身上，就是修乳头。修乳头？修乳头就是把乳头变小。会把它切掉、啊、有一点像削苹果的概念，没有把外面的一层皮削掉，然后再把它弄小这样。听起来 超可怕、啊。然后等一下还会顺便把我的那一个小小的囊肿把它取出来这样子。哎、欸，刚刚医生有说一个很棒的 slogan 哎、欸，2024年，然后龙年龙个巨乳好过年。哎、欸，我觉得很棒哎、欸，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变成。我们要做一个环节。我今天是长得很好笑。你现在长得很像赛德克巴莱。你有紧张吗？我好像比你更紧张。我怎么觉得？我感觉到你现在会不会撇一眼？我真的看不到，近视650哎。谢喽，请你离我远一点。嗯。好帅吗？还好。哇，太好，还有意思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我觉得我起来喉咙又很干，然后一定很想喝汤，还是喝个牛奶。你等一下帮我买牛奶吧，我等一下就会好的。没事，你放心，我等一下回去先去吃早餐。因为听说你今天手术大概要到下午。对。今天有在晕了吗？还好，可是感觉得到手有东西在打进去。对，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点点想睡觉了。这么快啊？有一点点。这个是几？这是几？这是几？这是几？哎，扭我一点，扭我一点。啊！捏点我一点。怎么长的还短的、啊？哎，长的还短的。喂，夸张太快了吧？小心哦！
Hello。Hello， 面包超人。你是谁？我是那个汤姆克鲁斯。我很肿啊。洗澡好像还好哎。真的吗？真的。一二三哦，那个被贴起来都是有擦打针的地方。对。哦，你的脸很多洞哦。嗯。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想想看，你要讲什么才有反应？你要不要吃寿司？不要。吃海鲜。公山小了。我不能吃寿司。哦，你不能吃海鲜了。现在还有意思哦。我几点睡着的？你几点睡着？大概是下午八十九点。八九点。酒量好吗？你酒量哦超差的，你刚刚直接秒睡，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你就睡着了。真的？看来你酒精麻将打得不够多，我要再跟草爷call in一下。我等一下再来找你啊。你先去吃个牛排哈。好干。你要吃鸡排吗？好吃吗？那你鸡排想要吃哪一间？我要吃鸟鸟鸡排。还有意思要选喜欢的、哦、你刚不是说要吃超派？超派。陶哥复活了，陶哥。我刚刚有稍微照一下镜子，很丑吗？我现在看不到，那你给我戴隐形眼镜好不好？好啊，我去帮你了。我这次你一定要这么近吗？哎，终于会回呛我就把路复了。我真的超不痛的，而且这真的是真的一点点，这真的是可以补。就他就长这样子了吗？他不会再肿吗？不会啊，会再稍微消一点。前三个月是我们养脂肪最关键的时候。那要怎么养脂肪？多吃一点，吃胖一点。吃胖一点，吃营养一点，吃蛋白质，对不对？对。我今天还有小小的马塞马塞，我们过几天我们再来录一下结尾。哦，老板又来了。啊？什么叫又来了？啊，不是，你什么头发越来越粉？不是，我去洗头啊，因为我前面我都不敢洗头啊，所以我现在去洗个头。哦，现在是手术后过几天呢？如果扣掉手术那一天的话，现在是第三天。哦、那如果加手术当天的话，今天是第四天。那今天回来干嘛？今天回来打修护点滴。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回来打修护点滴了，我现在连打第二天，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精力旺盛，而且我现在心情超好。为什么？刚刚给医生回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像开盲盒一样。哦，所以你那个部分打开了，解除封印，打开了，解除那个木乃伊的封印。我瞬间变成小樱，封印解除。不要侮辱小樱。其实我这几天身上都缠着这个绷带，就木乃伊吗？然后就是阿姆姆啊，你要不要考虑我一下？不要，你怎么几天没洗澡了？闻一下啦。我不要。阿妈的裹脚布。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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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快点啊！那不是裹脚布，不是裹尸布。快点啊，闻一下，你告诉观众什么味道？我告诉你，人家说女神的身上的味道都是香的，你闻闻看。那就是阿姆姆的味道。你要知道阿姆姆的味道奇怪、欸，我真的是修复能力超好哎、欸！我真的打脸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肿，对不对？欸、好像是哎、欸，我觉得医生打得刚刚好，好像已经。跟那个第一天那个看起来会不会被打过那个样子差蛮多。我觉得医生补的刚刚好，完全没有一个过渡期，然后再来是，其实我这还是有淤青啊，可是就是多剩一点点。对，就是遮在一些像我有刘海，这就是我的优势，让我可以遮起来。哦，对，剩一点点，就这样一点点而已。等一下我们回去就录一个你的那个定位一个开箱。没有，我还是会穿一下小可爱，它其实就有点像胸托的概念。哦，所以它不是像内衣这样子，它就是前面镂空，有点像木兰飞弹的那种概念。那请问跟前去内衣有什么差别？所以现在有点不太方便给人哦，好哦，讨厌啦，谁考？那你等一下再跟我们讲一下你这几天的心得好了啦，好不好？嗯 ，OK， 好了，那我们就那个转场一下，来，转场一下啦。
好啦，我们今天术后了第七天，哎呦，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呦，侧面，侧面应该比较明显吧？有吗？有，那个曲线好像还在肿。对，还在肿，因为我现在第七天，我已经开始在穿那个定位内衣了，大家可以看到，它大概就是这样。OK， 哦，但现在还在，感觉还在肿。对，然后那个绷带就是要竖着，然后让它可以就是加压，让它赶快消肿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术后七天的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柔软度。No， 其实它真的蛮软的。好啦，我今天我要来一个大公开。其实呢，我这次为什么会做这个手术，是因为我在前阵子，然后发现了我胸部里面有一个纤维囊肿。纤维囊肿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女生都会长的东西，纤维囊肿跟脂肪瘤，这是现在大部分女生都一定会长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坏处，它就是跟我们共存。我自己可能会想的比较多，因为我也想说那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刚好咨询了我们这个张医师，然后他是因为乳房专科，然后所以他就是帮我检查到，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可能不太好的东西。然后呢，检查出这个东西完之后呢，就跟医生讨论了一下，那竟然就是决定要把这个东西取出来了。那我就想说，那人生嘛不过一次，所以我就决定要让自己变更美，升级是不是？对，就让自己 up 升级一下。所以就是犹豫了很久，就决定来去荣辱。所以你现在是变多大？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都还在定，就是还在定型，所以我还没有真的去买内衣。像现在好像感觉还蹦蹦的嘛，可能要多久才比较自然？是我觉得一个月就会慢慢变软的耶。基本上修复期是3到6个月，反正它就是跟着人体的时间，然后它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再来一个那个年年开箱。接下来就要春天夏天了，我们来比基尼大开箱。你是多兴奋啊！然后脸就更不用说，脸我整个是……对，还有脸哦，我完全忘记你，因为你现在化完妆，我好像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差，就是可是没有那么凹，对不对？对啊，就是然后可是看起来就是没睡饱一样。对，我有点没睡饱，身体还是有点忙。但是整体的恢复，你说什么淤青啊、干嘛什么之类的，好像没差，笑起来也没差。好像是没什么差异，好像没有像之前说会变面包超人啊，他有期待了一下，啊、好像也没有特别肿还是什么干嘛之类的。我本来想说，如果你面包超人要把你抓出去拍影片了，就现在根本没什么变，可惜啊，害我有点无聊。我们最后开箱，就是等到我们恢复的差不多，我们来夏天比基尼大开箱，就可以让大家展现一下我完美的身材。没有大家，只有你。让大家看我完美的身材。我变大没人想看呐、啊。偷偷告诉大家，我这次是张医师说台湾放最大。A.K.A 最大根，最大颗哦，你有 A.K.A 最大颗，你有巨根跟巨乳两个名号了。到时候期待一下，对。